就去讲一声应狗仔，无声唔免来。大个新妇搞唱戏，为了照顾失地的大家，逐工打卡来卖草地，甚至每天倒卡唱歌做替身。全知影家己甲记者都是爷钟明宏，有一段车尾转世情缘，因为万分的下酒茶，也做事爷做完伊来是风险。这边做事爷是变怎过情关呢？三立台29频道，拜五拜五暗时七点半，解说台湾做事爷过情关。